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浪。经过昨天的考验，我已经正式成为僵尸帝国的一员了。怀着满腔的激动，我现在去找耐心博士领取任务。哈，小僵尸，僵尸帝国的搜寻器被植物拿走了，那可是我们与植物王国作战不可缺少的仪器。你现在去找工程师吧，他会将你传送过去的。OK， 我定不辱使命，就在前面，我跳。小浪将军，耐心博士已经吩咐过了，你只要跳上传送器，就能瞬移到植物基地去完成任务了。这门还是第一次接，太酷了，能省我不少的力气。只是可惜了，我这健壮的肌肉也没用武之地了。今天我一定要把那群植物打得满地找牙。我这在哪儿？我去，我这不是离工程师没几米远吗？嘿，工程师，什么情况？失误，可能2019年忘记检修了。我用锤子敲了几下，这回肯定没问题。我真想，算了，这僵尸帝国真就没几个靠谱的。我天，这是玫瑰女王的宫殿，还三个玫瑰女王。刚背叛了花园王国，咋这点背呢？直接传到狮子嘴边了。我太难了。嗨，小僵尸，来的正好，我们打麻将，三缺一。哦，打麻将呀，好说。哎，啥情况？我咋又回来了？这该死的工程师，看我不 KO 你！嘿，我说工程师，将军莫生气。气坏了身体无人替，我这次找到原因了，是空气过滤器需要更换。来吧，这次一定行。再不成功，我就去国王那打小报告，直接给你降职。我天，是树人，这回终于过来了。来吧，看我小浪变成僵尸一样英勇。咋回事？我这还没动手呢，咋回来了？我上辈子是做什么孽呀，快被这工程师玩死了。好了，这次肯定好了，刚才是测试模式，这次保证能把你传送过去。哼，这是给你的教训，再来一招。算了，暂且收住，要这次再发生错误，再打你也不迟。发生了啥？我咋还跑太空旅了一圈？吓死我了，幸好马上回来了，看来这工程师不好惹，我这次还是态度好点吧。你好工程师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已经有新计划了。看，我刚造了一座大炮。哇，这可比传送门靠谱多了，新技术，来试试吧。这好吧，希望从这炮里出去别把我炸成灰呀。来吧。这是飞翔的成功了，这是熟悉的花园王国。太棒了，这工程师终于靠谱了一回。都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，干你完了。OK， 不费吹灰之力就全部解决掉了。哇！拿上搜寻器，赶紧回去。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位工程师了。